哎，你吃醋了？那倒没有。你想什么呢你？我在想，怎么才能让你嫁给我？你先想想怎么让你的前妻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吧。那你怎么帮助罗耀辉就行啊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性质不一样。怎么就性质不一样了？我帮罗耀辉那是帮他成长，你前妻呢？你前妻是在搜刮你，这样对他的将来和你的现在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又不说话啊你？说什么呀？说也说不过你。嫁给我吧。你今天晚上要不答应，明天我就消失了。那你消失呗，你消失你就消失呗，反正这地球上每秒钟都有人消失，消失又不差你一个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真消失。消。你这么残忍呢？我知道。答应我的原因，是怕以后碰到比我更好的，对吧？哟，挺聪明啊！我可以等，真的，我陪你一起等。等你什么时候碰到，必须得我认为啊，我认为比我更好的、更适合你的，我让位。你真是个好人。什么好人？我又快成病人了。知道有什么病吗？神经病。笑了，快点答不答应？我还举着呢。不是，我说了又不算，我答应什么呀？我什么叫你说了不算？我娶你，你说了不算，谁说了算呀？我父母啊。那我找他们去。行，明天呗。明天？啊，明天午餐。下礼拜行吗？你怂了吧你？你就我不是怂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让我整美个容，这光鲜亮丽一点。你得了吧你，毁容等于整容你，美容呢你？我虽然我肯定是自信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说你爸你妈他们肯定会同意对吧？我觉得。妈应该会答应吧，她在见证了我那么多段不靠谱的感情之后，没准见到你还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肯定又一村呢。你爸厉害吗？啊，我爸特别厉害。我猜他见到你以后应该会说，腾越你小子。你知道你之前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不靠谱的恋情吗？为的就是让你珍惜我的女儿。你要是敢不珍惜我的女儿，我一脚给你丫踹飞了。我爸真说过这样的话。吓唬谁呢？哎，先进去，今天再说。
你跑不过我啊！我才不跑！我问你，你是属狗皮膏药的，你粘上我了？在这儿我就认得我叔跟你，我叔进橘子时代摸头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靠你了。臭不要脸，没理的事让你说出理了是不是？啊，腿别晃了。哎，他这么坏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怎么着？要不然你留下，在我这儿干点杂活。不行，雇童工犯法。干好事犯什么法呀？去洗脸去，看你这脸跟小狗似的，去。真犯法，妈！哎，行行行行，真犯法。收容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小辉啊！现在就像一个小狗皮膏药一样，这不就把我给粘住了吗？我觉着吧，他缠上你，那是因为他信任你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腾月，我们想办法给他找一所学校，然后去学门手艺，学费我们出，吃住你来解决，怎么样？行，行，我商量商量啊。咋说的呀？盛开的意思就是说呀，啊，给他找个学校，学一门手艺，学费他管，食宿咱们管。别看我，我没地方安置他。妈，哎，你晚上住店里行不行？行啊。说呀，派出所的意思还是让给送回去，但是他已经被送回去一次了，这不在村里待不住又跑出来了，现在就像一个小狗皮膏药一样，这不就把我给粘住了吗？我觉着吧，他缠上你那是因为他信任你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腾月我们想办法给他找一所学校，然后去学门手艺，学费我们出，吃住你来解决，怎么样？行，行，我商量商量啊。说的呀，盛开的意思就是说呀，啊，给他找个学校，学一门手艺，学费他管，食宿咱们管。别看我，我没地方安置他。妈，哎，你晚上住店里行不行？行啊。搂搂一老头不好吧？我这头发长了，给理理呗。我行吗？你这不行，不是一直你理的。嗯，也就你信得过我的手艺。那盛玉长大之后，就没让我跟他碰过头发。拿剪子，嗯，去去。小辉，过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？亲我一下呗。亲你干嘛呀？让我妈看见。怕什么呀？亲媳妇儿，那又不是亲外人。快来，亲一下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快点，快点！亲完了吧？不行。什么表情啊？啥样？亲一下。
真是真人不露相。哟妈，你做的这也太好看了啊！这小老虎，你都能拿出去卖了。哎，嗯，真可爱，太精致了。嗯，妈呀，嗯，你这最后一个扣我缝，来来来。哎，给。哎，真的。脚怎么有点肿了？嗯，跟俩红薯似的。那是猪蹄儿。一个大男人在那缝缝缝，多变态！懂什么呀？世界顶级的那些品牌的设计师，大都是男的。哎呀，饿了。饿了？嗯。那我去厨房给你拿点油饼。你说你就不会出去买点吃的呀？你这人吧，就是不会过日子。你是开饭店的，你不知道啊？这饭店力多大呀？真是合得上合不上啊！一顿饭，一碗面，一笼包子，能有多少力啊？哼，能省就省啊！钱攥在我手心里，能生出重孙子，才算他有。小慧，你过来，来，咱把这账对对。你自己对就行了啊。你过来，你顺便把那个计算器给我拿过来。哎，轻点你啊，砸了我儿子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豆宝这孩子哪哪都挺好，也挺勤快，他老在那叭叭练他十个手指头，这绝对是毛病，得管啊。我骂多少回了，没用。哎呀，这科学上啊说呀，这个偷啊也是一种瘾，是一种病，你知道吗？想戒掉很难，就是你要不让他偷，不让他练他那个手指头，他抓心挠肝的难受。对，哎呦，那你们可得要看着他了啊，别给咱家惹出什么大麻烦事儿来。嗯，妈说的对。哎，这还真是个问题。老板，这肉怎么卖的？这个这是十块。这个呢？这是十二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怎么卖的？这是十四。来这个，来这个。这个太瘦了，塞牙。你这来点肥的好吃。这个棒骨。这是十块。这孩子，你看着点。这个多少？这是十块。十块。哎，这个呢？今天又没管住自己，又干了那事儿了。我一分钱都没有动，看完又给放回去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豆宝，你再因为小偷小摸进派出所，我就不管你了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不管你了。我没想要钱包里的钱，我就是想看看。你看他干什么呀？啊，不是你看他，你就多块肉，不看就少块肉，不能，那不就完了？那你还看？难受，不看。
听我跟你说啊，你时时刻刻得记住了，你是一个男人。知道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控制。你得能控制住自己，明白吗？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控制不住啊！剁馅儿，剁，快剁，剁剁剁剁，快！剁出水来啊！剁出水来！我累得你筋疲力尽，我看你还有这个念头，剁！使劲！累了，歇会儿。石头硬，可它是死的；鸡蛋软，它能孵出小鸡儿来呀。嗯，爸妈，我们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别着急，来吃。妈，爸，你没见过的，谢谢你。
我男朋友腾越。阿姨，叔叔好。阿姨好，欢迎欢迎。今天够齐全的。我妈一天一个电话，说今天必须来给您过生日。哦，今天是我生日吗？对呀，今天是您60岁的大寿。从来不过生日。不行，我妈说了，今天这生日您必须得过。对呀。今天儿女们齐齐全全的给过生日，好啊，死也值了。我说啥呢？过生日呢，别一嘴不相干的事儿就乱说啊。有生有死，那是大自然的规律。你再说我抽你啊！走了，我帮个忙，我去帮妈了啊。哎，好，好，去。来，你们坐。小腾，小谢，祝叔叔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感谢感谢，来，请坐请坐。叔叔，您最近身体感觉还可以？不错，有点恶心。嗯哦，哎，爸啊，爸，哎呦，爸，生日快乐！好啊好啊，介绍一下啊，盛玉，哎，谢启明，这个我认识，这位是。腾越郑开的男朋友腾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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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坐坐坐，到家了千万别客气啊，来坐，换把凳子。哎，爸，您这里怎么样？哎，好极了，好。我这俩妹妹啊，我特别了解，嗯，我必须得说两句啊，你们俩敢做他们俩的男朋友，我必须得说，第一。你们有眼光，其次，我感叹你们的勇气啊！启明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我有点事儿敢问你。什么？干嘛呀？有什么事跟着说。我爸最近化疗怎么样啊？瘤体缩小了一些，可以手术了。缩小了？嗯。爸，您听没有？缩小了。都是好事。再过几天就没了。不用手术。哎，那葱切好了吗？行，我先给您拿点过来啊。都到里头。行行。还没泡好呢，你们想我等急了。那双专门的筷子。啊，好嘞。没泡好有什么可吃的呀？不好吃啊。你什么情况啊你啊？妈，您是喜欢外孙还是外孙女啊？跟你妈别开这玩笑。那什么呀？彩超，这就是宝宝。你怀孕了？什么时候啊？我的天哪！哎，老尚，老尚。你看这个，彩超啊，什么彩超？盛开怀孕了，你要做老爷了啊？真事儿啊？对，我得跟我女婿喝两杯啊。一定的，叔叔对不起。那快，好，来，走，赶紧的，哎呀，爸慢着点，几个月了？3个月，哎，那你熬着吧，啊！你喝这个。好，这么些年，这个桌子头一回坐满。要是再有盛玉一家三口，那就该坐不下了。那个，今天我爸60岁大寿，
咱们一起举杯，敬一个。爸，我祝您福如东海，长流水，寿比南山，不老松。大生快乐！大生快乐！谢谢了，谢谢谢谢，来来，胖胖，来来，胖一些，这样了，来，好，都坐下，都坐下了啊。嗯。来，坐坐坐。饺子啊，是你这俩闺女亲手包的，你得吃啊！爸，我给您夹一个最大的，快尝尝好不好吃？来，爸，我也给您夹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快尝尝好不好吃？来，哎呦，好啊，嗯，嗯，怎么样？你慢点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我要把这份好吃啊分给咱们家的每一个成员啊，咱们一起吃，一个都不许剩。好好好，来，好，来吃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来来，妈，爸爸，起锅做的吗？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。那是我包的吗？还有我。哎呦，徐大夫，你这手这么金贵，还干这粗活啊？嗨，我在家什么活都干，没那么娇气。真的假的？那可不，我那小姨子就忍心你这手干这个。饭桌上也没看出来，你这小姨子是让你老丈和老丈母娘给惯出来的祖宗。你那大姨子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同病相怜。好啊，家里好。帅老头，哎，好多了吧？嗯，不爱听啊。你看你，闺女说我帅，她不乐意了。妈，您是大美人儿。哎，老的骨头都生锈了，能美哪儿去啊？哎，你最美了。我不认同您这话，妈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家庭之美在于和，对吧，爸？说的真好。嗯，说得好。你呀，就把那个日子过得有点烟火气儿就行，别整天的脚不沾地儿。哎呀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，我这样也挺好的。爸，咱们说咱们的啊。哎，好好，说咱们的。嗯，您啊，一定要好好吃饭，要攒足力气。到时候我结婚的时候，您还要把我的双手亲手交给新郎呢。嗯嗯，我可乖了。日子定了吗？嗯，等这孩子一出满月，马上就办。嗯，好。您可不能说一些外孙不喜欢听的话啊。他能听见吗？他当然能听见了。来来来，跟外公说两句话。玉啊，小土豆。哎哎，拿个椅子来。哎，生玉，对，你还记得你爸打你吗？小时候，我爸打我的次数太多了。您说的是哪一次？拿我两块钱那回。那我太记着了。爸，您记得吗？嗯，您给我这屁股上踹出一个43号的大鞋印子，清清楚楚，有这事儿吧？有这事，有这事。你小时候真是没少挨打。啊，我记得那是晚上，嗯，你跑我这儿来，你问我，你说，爸，你一天挣多少啊？我说5块。嗯，你说你能借我3块钱吗？我心想，你跟我这借钱，总比上你妈那儿偷去强啊。我就给了你这3块钱。完了，
你把你从你妈那儿偷来的2块钱并着一块儿说，爸，这一天的工资我付你了，你明天不用坐着火车离开我们上班去了。是不是啊？姐，是不是就这回啊？对对对，就这回。哎，行啦，吃药吧，到点儿了。药不能停。剧烈运动了吗？没有。吃凉东西没有？没有啊。见红了吗？见谁了没有？哎呀，见了。见红了。你先出去，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那这胎儿有事儿没事儿啊？这个等化验结果出来才知道。你先出去。出去。哦。就不该让他满世界跑着干活啊！哎呦，这现在女人呐，太娇气了。你说我那个时候，啊，这是什么活儿不干呢？马上要生了，挺个大肚子，我还挑水。爹走了，走这么一天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丁病了。我爸他也病了。老爷怎么了？肺癌，现在马上要做手术了。哎，丁英他怎么了？啊，抻，先兆性流产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可能是抻着了吧。行行，那你就好好照顾他，我先过去了啊，行吗？就来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知道今天什么任务吗？你啊，记上了，记上了啊。啊，你今天就是把午餐给大家都安排好啊。哎，那个一会儿大夫就来。午饭我们都安排好了，大夫来了。哎，好嘞，大夫早上好。那还可以吧？哎呦，您看我这，好的没法再好。小心啊！哎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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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，哎，那我跟大夫走了啊。怎么着？什么？这要抱抱啊？这是？抱抱抱抱，好抱抱，抱抱，好抱抱抱。好了，行了，去吧去吧。啊！呦呦呦，丫头。在外面等你。嗯嗯，好好。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见，嗯，抓紧时间啊，嗯，咱们快点啊，医生等着呢。
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去嘞，去嘞。哎哎，你也跟我意思一下呗。啊，等着你。你废话，你不等我，你等谁？等着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你，我刚才叮嘱你的事儿别忘了啊！哎，你放心吧。行了，去吧去吧。三个小时就能结束的吗？我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乌鸦嘴，呸呸呸！手术结束。大夫。打开胸才发现情况不理想，肿瘤长的位置特别难剔除，而且癌细胞已经有转移的迹象。你们家属有个思想准备吧。妈，我没事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好好待他。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，我们过好每一天吧。放心吧。